梳理世界，关注中国，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各位好，我是张彤。2019年中国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目前已经揭晓，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是6.3%，符合政府在年初定下的目标。那么具体来看，在投资、消费、就业等各方面的关键指标都透露出哪些信息呢？来听一下学者们的解读。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09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6.3%，二季度 GDP 增速为6.2%，增速比一季度略有放缓，也是1992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仍然符合预期，也符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6%到6.5%的目标范围之内。如果拿到我们当前的越来越严峻复杂的内外环境这个大的背景下来看，而且和我们主要的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放在一起来看，实际上这个速度呢，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头啊，还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看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啊，应该是更宽一点的视野来理解它。而且现在我们讲这个经济增长，我们现在按照新的发展理念，没有刻意的去追求增长速度。毛盛勇表示，上半年国内经济增速6.3%是一个比较平稳、不低、含金量比较高、来之不易而有后劲支撑的速度，也为实现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经济动能它是在4月份、5月份有所下降了，那么看到6月份的话，这个消费数据也好，投资数据啊，还是略有一点超预期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经济的这个整个中国经济的这个韧性还是在的。特别消费这块表现还是比较亮眼，那总体而言的话，这块呢把整个的经济呢就稳住了，中国工业增加值表现呢也还是不错。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觉得就是说，从不管是从这个三驾马车来看，还是这个生产端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中国的这个经济在未来看呢，相对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平稳。那么当然也取决于就是说这个月末的这样一个会议会给出什么样的新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动作。那么总体而言，我们觉得就是往后展望，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会维持在6.2%到6.3%的这样一个幅度，全年应该能够维持在6.2%到6.3%的这样一个增长目标的一个中段，所以这一点我们倒是不用特别担心。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内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凸显，经济有下行的压力。通过更多在国内推进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减税降费等措施，促进经济稳中有进。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就是几个方面的因素叠加的过程当中，是吧？一个呢就是全球，是吧？这个国际的环境呢，一个是全球的这个经济的景气正在由高峰开始回落，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啊，其实在今年进入了一个就是说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深化的一个背景下，对于中国的产业的影响呢和企业的影响也开始逐步的显现，是吧？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国内呢也处在我们的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为了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我们整个的宏观政策是一个不松不紧的。那这一些企业有如果一些高负债的企业，它这个面临着怎么样能够成功的转身的问题，是吧？在举债无法继续增加的情况下，它能够维系它的生存，是吧？还包括一些企业的优胜劣汰也要继续。展望下半年，毛盛勇提出，外部环境仍然比较复杂，国内还有下行的压力，但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面不会变。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中国经济的面对的挑战来讲，首先一个还是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的多变和可能出现的局部的一个大的调整，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宏观这个调控上的难度啊。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元指数的调整变化，会不会出现一个这个突然的一个逆向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大宗商品的价格会不会的话，在这个过程出现一些比较不确定的风险，特别是这个议和问题又重新提到的这个国际舞台、国际谈判的桌上，那么相互之间能不能够达成一些比较合理的解决？实际来讲，对我们的整个这个大宗商品供给和资源的外部获取，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另一个来讲的话呢，这个从内部来说，我觉得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应对，比如说我们的整个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能不能如期的到位？我们内部来讲的话，现在这个应该说整个宏观金融脱实向虚的这种风险和趋势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呢，从实体经济来讲，由于技术创新的
速度还不够快，所以呢，产业的升级还需要时间。对于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中国发改委发言人孟伟指出，中国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稳主要体现在主要的经济指标都保持在合理的区间，进则指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不过他也强调，当前仍然面临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内部的环境方面，经济运行仍然面临的新的下行压力。从外部环境来看，不确定性的因素呢有所上升，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同步趋缓，地缘政治不稳定和经济运行的风险在加大。那么从内部环境来看，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解决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经济运行面临着新的下行压力，实体经济的困难仍然比较多，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的短板。但从分项数据来看，包括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消费、投资等多项指标数据在六月份显著的回升。今年前六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9100亿元，按年增长5.8%，增速比1到5月份提高了0.2个百分点。六月份不含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按月增长0.44%，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8.02万亿元，按年增长5.7%，增速比1到5月份提高了0.4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我们看到投资有温和的回升，但是似乎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强。我觉得这就对了，如果它上得非常的猛，上得非常的快，这说明我们财就是说狭义和广义的财政扩张举债都会来得很快，那这个就使得我们要稳杠杆的这个目标呢可能就不一定能实现，又使得我们整个的这个投资的上游，比如钢铁、煤炭啊这些，你要让它去产能，就是市场化的去产能，结构要优化就很困难。继五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之后，六月增速进一步的加快，按年增速重回6%以上，比五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大幅好过市场预期。整个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6%，消费数据同样表现亮眼。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2万亿元，按年名义增长8.4%，其中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8万亿元，按年增长9.8%，好过市场的预期，也是去年三月以来的最快增速。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继续的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 GDP 的增长贡献率为60.1%。因为整个的消费它实际上是一个收入的函数，那么如果收入没有快速增长的话呢，它的这样一个快速增长肯定也难以预期。那么现在呢，特别是这个汽车消费这块，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受到比较多的制约的。那么现在也在出台一些相应的支持消费的一些政策，特别是随着这个排放政策的更加的清晰，我们觉得这个汽车的这块销量可能会有一定的修复。总体而言的话，就是如果一个经济体它是以消费为主导的话呢，它的这个增长肯定是比较有限的，它不会这个上升或者下降特别的明显，所以它是比较稳定，但是呢它的这个增长幅度也是比较有限。所以就是当我们整个经济在转型到这个消费拉动的时候呢，可能预见的这个效果就是它会变得慢一点，但是会更加平稳一点。上半年网上零售额超过48000亿元，按年增长超过1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接近20%，也比一季度加快了2.5个百分点。内地上半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再度的放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增长10.9%，增速比首五个月减慢了0.3个百分点，较首季更是减慢了0.9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4.5万亿元，增长15.8%，增速回落了0.5个百分点。房地产我们看到的，其实今年的增速相对于去年，它其实还有所加快。那这个状态呢，好在今年政府呢对于显示说对于房价的控制依然是坚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在继续的努力的保持市场预期的稳定，稳地价、稳房价，然后以确保未来呢这个房产市场能够继续保持平稳。从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来看，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售价按年涨幅回落到五个月的低位，但已经是连续45个月录得上扬。而按月来看，更是连续50个月录得上涨，不过涨幅同样有所回落。我觉得在政策上的话，一二线不会看到可能太多的一些所谓的利多或刺激的政策。一来是因为房价在这些地区已经很高了，好，那二来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在一二线，尤其是一线城市，他们的产业的多元性
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呢它不完全需要一定需要靠房地产来去刺激它当地的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或者说带动它当地所谓的消费。所以呢我觉得在一二线的城市我们可能会看到还是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多的一些限制在购房啊，或者说甚至在这个房地产上面的一些这个买卖的一些政策上面。三四线因为产业可能是比较单调，然后也比较这个他们能够去依赖的这个产业也相对来讲是比较少，所以呢可能我觉得在三四线的部分的话可能会比较多的尤其在下半年度吧，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政策或政府扶持方面的一些对策出来。业内人士指出，预计下半年地产市场或将进一步的降温。日前，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对房地产企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有关的要求的通知，强调房地产企业发行的外债只能用于置换未来一年到期的中长期境外债务，房企的融资渠道进一步的收窄。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资金压力过大，下半年不排除房地产企业出现以价换量的可能，从而令房价的涨势继续的收窄。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就业形势上半年保持稳定，城镇新增的就业达到了737万人，完成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年目标任务的67%。而六月份全国城镇调查的失业率为5.1%，比五月份上升了0.1个百分点，继续稳定在5%左右的水平，也大幅的低于5.5%的目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指出，总体平稳的背后仍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需要关注，特别是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接近830万，就业的压力还是在增加，包括7、8月份马上大学生毕业季到来，仍然有结构性的压力，还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包括在推进结构转型、去产能过剩当中，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就业压力。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他现在把整个就业还是置于整个宏观政策的一个首位，那么保持整个的稳定以及这个收入，应该说是一个宏观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基调。那么现在我们觉得，因为可能还存在的一些，比方说这个因为全球的这个逆全球化的一些风险的因素，导致一些这个外资企业的这样一个这个离开中国等等，这些可能都会导致一定的就业岗位的一些流失。那么积极应对的话呢，除了增加服务业的岗位的这个增长以外的话呢，可能还有像中国自身的这样一个这个经济转型，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有限的但是是比较高质量的这些就业岗位。那总体而言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收入它这个就业的这个波幅还在预期的范围内，因为毕竟也就是5.1左右，那么还是在这个偏离不会很大。那当然接下来这个进展我们觉得有待观察，那如果这个就业的问题出现一些下滑的这个趋势的话呢，可能会增加相应的一些政府购买工作岗位的这样一些力度，来使得我们这个就业呢能够更加的充分一些。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座谈会，在会上他表示，上半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定向降准等一些措施，对于应对外部挑战、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也强调，要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有就是就业优先的政策，来适时预调微调，运用好逆周期调节工具，切实兑现全年减税降费2万亿的承诺，从而稳定企业的预期。好，下节回来我们还是继续话题。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中国经济在二季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行压力，那么导致二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美国在五月份肆意升级了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而随着中美重启谈判，中国经济未来还将面临哪些内外部的挑战？来听一下学者们的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波折不断，单边主义持续的背景下，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数据备受关注。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3.9%，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为1.75万亿元，按年下降9%。对美出口按年小幅下降2.6%，自美国进口按年大幅下降25.7%。上半年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扩大了12%。应当说，中美经贸摩擦给我国外贸带来一定的压力，但影响总体可控。
尽管中美双边贸易数据有所下降，但我国外贸整体进出口数据依然保持了增长，全球仍高度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海关总署的数据也显示，上半年中国对欧盟进出口总值增长11.2%到2.3万亿元，占据外贸总值的15.7%，与东盟贸易总值为1.98万亿元，增长10.5%，占13.5%。中日贸易总值也增长了1.7%，超过了10,000亿元。美国第二贸易伙伴的地位被东盟取代，并与排在首位的欧盟差距拉大。从这个进出口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来讲，我觉得要分几个层面哈。从中间它给我们带来了挑战，但是我觉得呢也有压力，也成为了我们这个结构调整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挑战当然直接大家看到的就是中国出口增速的一个放缓，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讲带来的压力和结构调整的动力呢，就是表现为我们单纯的从出口来看，我们更多的其实像非美的这个地区是吧，你比如尤其是在这个一带一路上的这个出口以及东南亚的这个出口呢，其实我们增速都有相对比较快的增长。不过展望未来，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奎文表示，尽管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外贸平稳增长面临了一系列的挑战，但中国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外贸结构优化动能转化加快的趋势没有改变。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化，使得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外迁的报道频频受到关注。中国国家发改委发言人孟伟证实，有企业考虑到成本因素外迁，但是规模并不大，主要是中低端企业，对中国的影响可控。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中国制造业外迁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呢是以中低端的企业为主，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呢，总体可控。发改委强调，近年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中国制造业进入了转型升级。一些企业到国外设厂经营是正常现象，外迁的企业有的是考虑劳动力、环保等成本的因素，有的则是主动的开拓国际市场。发改委指，为了规避中美经贸摩擦而外迁的企业是极少数的。美国财长卢姆钦日前透露了中美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双方贸易代表进行了多次的对话，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双方牵头人近期将会再次的进行高级别的通话，美方团队更可能稍后访华。中美贸易纠纷爆发过一年，不仅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战火更有蔓延到其他领域之势。美国一批学者以及前官员日前在《华盛顿邮报》发布了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国会的公开信，反对美国与中国为敌。公开信发言人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史文表示，公开信的签署人已经从100人上升到了150人，凸显了对华敌对政策在华盛顿并没有形成共识。对于白宫与美国国会鹰派观点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史文认为美国不能采取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It could get a lot worse, however. It could get much worse than what it is now. I mean, people are predicting a cold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 think that is a possibility, but I think it wouldn't be anything like the cold war of the 50s and 60s. I mean,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adopt a policy of total containment of China, decoupling of the U.S. and Chinese economies or the Chinese economy from the world economy, decoupling of the technology spheres. It can't do these things without damaging itself in a significant way, along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in addition, many other countries do not agree with the extreme U.S.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他现在希望脱钩，脱得了吗？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如果没有18年前的 WTO 的那场谈判，他认为这个中国也不可能有今天。所以为了避免中国撵上美国，挤压美国，那么他们就得出一个很简单的，只要和你中国脱钩，这件事情就 OK 了。所以现在表现成科学技术脱钩，是吧？经济贸易脱钩，人文往来脱钩，剑走偏锋的这种政治形态，他一定要等待他的后果。有的时候改变他的政策，不是说谈判，也不是说边上的智囊或者选民的选票，
它就是靠后果。你比如说，大量的对中国的商品征税，那么这种价廉物美直接影响的是老百姓。所以当如果说产生后果了，这种后果又经济上反映到政治上，我相信它会逐渐逐渐变化。在外部不确定增强的背景下，中国下半年经济如何依靠内生的动力行稳致远，成了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中国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六月，财政收入为10.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增幅较去年大幅的下降，显示了减税降费的效果持续的加大。当中，个人所得税在上半年按年下降了30.6%。另外，从五月份起，深化增值税的改革全面铺开，带动税收收入连续两个月下降。二季度财政收入增幅也随之放缓至0.8%，远低于一季度的6.2%的增幅。财政部的官员指出，在减税的政策下，制造业等行业受益明显。五月份起，深化增值税改革，减税效果更加突出，税收收入连续两个月下降，主要行业受益明显。上半年制造业税收同比增长4.9%，增幅比一季度回落6.8%。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数据结构被市场认为是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风向标。人民银行最新的信用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9.68万亿元，按年多增6440亿元。分部门来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了3.76万亿元，占据人民币新增贷款接近四成。当中，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了2.75万亿元，比2018年上半年2.5万亿元的增量增长了10%。从六月份的数据来看，六月份新增的人民币贷款为1.66万亿元，低于市场预期。当中的住房按揭贷款仍然是居民贷款的主力担当，居民部门加杠杆的趋势仍在延续。居民的中长期贷款这个占很大的比重，我想跟几个方面的原因都有关系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最近的这个几年哈，由于这个经济的去杠杆，很多暴雷的事情啊，这个不断的发生，然后你几乎看到所有主要的银行都觉得零售应该成为业务的重点，是吧？他们把更大的这个资源就是放在了对于零售的拓展上，所以呢，这样一个拓展的力量呢，使得居民部门的贷款呢有更好的表现。第二个呢，确实我们还看到，现在呢有仍然在这个住房上，这个居民呢有明显的需求，所以这一部分呢是中长期贷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数据上看到，一般的呢这个房屋的销售啊会领先，这个汽车的销售大概一年。也就是说呢，当大家在城里买了房之后，突然发现在城里生活其实这个车可能是必须的，然后呢他这个把这个月供理顺了之后呢，看看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他考虑重新贷款开始要买车了，是吧？这些我想都支撑了现在的居民的中长期贷款的一个增长。社融方面，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3.2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了3.18万亿元。从结构上看，上半年地方债集中发行，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社融增速。六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到了2.26万亿元，大幅高过了预期1.9万亿元，也较之前两个月明显加快。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3.2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了3.18万亿元。其中，对于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02万亿元，同比多增了1.26万亿元。上半年对于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75.8%，同比低了11.4%。企业债券占比11%，同比高了0.8%。地方政府专项的债券占比9%，同比高了5.4%。一方面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它主要是商业银行主导的，所以商业银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放贷款，所以它如果支持的越有力的话，毫无疑问你看到 M2 会上升，贷款会总量会上升，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企业拿到更多的金融资源。但是不可否认说，这些金融资源它都是债务。因为对于商业银行它放出去的这些金融资源，它都是它的这样一个这个债权，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拿到的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债务了。
那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你要动用这个金融的力量去支持它呢，对我们的企业来说，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股权，也就是来自于这个资本市场这块支持。因为这块的话呢，我刚才说到，就是它一方面有金融资源把真金白银交给你了，一方面它有降低了你杠杆率，因为给的是一个股而不是一个债。而这块的话需要直接融资的更大的发展。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整个投行包括这个基金啊、保险这些直接金融这些领域，在中国它是占到一个非常小的份额。当然这预示到，如果科创板能够带来更多的增量资金，能够推选出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资质的企业的话呢，我觉得对股本的这块补充，也就是直接融资的这块的繁荣，应该是可以期待的。多数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的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都有了较大的发力空间，未来随着减税降费等政策效应进一步的显现，下半年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的改善。从增长的潜力来看，全新的需要塑造，但是旧的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区域合作和新型城市化、新型城镇化，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包括前几年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已经看到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高铁的建设，这个动力呢，实际上这个空间也没有完全消除，没完全用尽，许多地方还可以继续建，这个是动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新型的城镇化道路，中二三线城市的城市化道路走好的话，又有一个新的发展这个潜力可以发挥出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要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会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说，希望美方能够拿出决心，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努力争取达成一份互利双赢的经贸协议。但是他同时也强调，如果美方对于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将会给磋商带来新的障碍。好，下节来看一下内地资本市场的表现。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本周内地 A 股大盘还是维系在2900点一线徘徊，盘面上整个热点也比较散乱，市场都在期待下周登陆的科创板能够为盘面带来一些新鲜的热点和活力。来听一下市场分析人士的看法。好，欢迎两位啊，钱启敏、马涛。我们看到这周大盘整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整个的状态好像都是在等这个科创板出来之后，市场好像在选择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对，你们怎么看？对，我想这应该很正常，因为科创板是个大事嘛，是吧？这个紧锣密鼓的，然后上次陆家嘴论坛已经开板了，那这次实际上就正式交易嘛，25家公司。一方面新的一个关注点，所以原有的市场，这个和以前创业板当初上市之前情况很雷同啊，市场都有个等待观望的啊这样的一个需求。那第二个就是资金的这个准备，所以我们看到周四周五周四跌周五涨，跟资金调度也有一定关系，那么也是为科创板做一些准备。所以整个市场前一阵子是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要等待落地，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期待的是下周一的啊这个科创板的开板，或者说正式交易啊，会不会有一些经营的机会啊？因为交易制度比较创新嘛，但没有涨跌停啊什么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下面，大家觉得以前也没有这个惯例啊，所以他们我一些朋友讲，这个量化基金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因为它应该有个模型，然后通过追溯，然后来做，它这个没有东西可追溯，对，没有参考，是，所以大家可能都既关注又是等待。短期来看，我想 A 股市场在2900点、3000点这个位置啊，主板啊可能还会这么盘几天，就看这个科创板到底对市场的影响有多大，资金分流啊、热点分流啊，还有影子股个股能不能起来啊。那另外一个就还是要强调，就是在2950点上下有一些均线系统的相互缠绕，技术上市场如果要往上走一步，它首先要克服这一块成交面积区，
站上去之后才，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期待，认为是不是能够一个蓄势迎新，然后保一下借机向上突破。那么这个主力区间或者技术区间，我还是在强调也很重要。如果说站不上去的话，那上面就像抬头纹一样的好多条，你冲就有困难。所以还是个蓄势，然后科创板落地，然后再看有没有机会向上突破。嗯嗯，马涛呢？基金这边现在怎么看科创板之前夜这一周的表现？大盘？嗯，应该说就像这个钱老师所说，因为整个基金对于科创板这个新的跑道非常重视，所以现在整体的研究力量也好，合规力量也好，交易力量也好，都在深入的去学习，去尝试习惯这个科创板新的交易制度、风控制度，还有整体的这个信息系统也要跟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可能机构投资者也是多看少动的一个状态。本身来说，对于科创板态度就会有对于主板的作用就会有两种比较差异比较大的观点。一种是认为科创板会分流掉比较多的资金，一部分是这个三十个标的同时上，而且是在一个交易比较活跃的这个市场里面，可能会有非常多的大户以及私募投资者会被吸引过去。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科创板上市前夕，我们也看到 TMT 板块的振幅是比较大的，同时这个势头是比较弱的。另外一种观点呢，是觉得既然有这种一个新的，同时可能估值上非常有弹性，可能也没有一定上限的这种标的存在呢，会反过来去拉抬目前主板里面已经存在的这种科技股的这个估值。毕竟我们看到第一批上市的里面，关于这个电子呀、关于通信呐、关于医药这类都有，其实构成了一个对创业板还有对中小盘的一个完整的映射。所以还有另外一套策略是在交易所谓的科创板的股票可能会在主板里面映射的这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各方都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其实如果去看整体三十只股票呢，它可能容纳的资金量级呢也不会有那么大。对，而且对于上交所来说，它本身在这个科创板的交易制度里面去设定了它的这个报价呢是以2%波动的，所以避免了这个价格的这个突然的暴涨暴跌。所以整体上来说，通盘来看可能还是会活跃整体市场的这个交易，起到一个更多是拖的这么一个效果。刚才马涛讲到这个整个的科创板的波动，包括现在的对于科创板的设置，前五个交易日和后五个交易日整个的这个波动的制度都不一样，对吧？对，就前五个交易日没有后五个交易日，前五个就第六日开始就是20%涨跌停的，对吧？这相对来说幅度比较大。刚才是讲马涛补充，就是这个交易制度创新它有些配套的，比方说怎么样风险控制，比方说30%它也停牌，对吧？停10分钟。另外呢，你的报价是在现价的2%，你如果往上报的话之内才可以单子接受，否则机器不认，就是无效委托，对吧？那么这样的话，省也避免了就是盲目的随便不挂价，反正20%一格一格往上，我就哗哗往上打，随便打，对，这个他也给你做了一个限制。那么还是希望能够这个，那当然现在大家对这个未来这个科创板的这个走势，实际上探讨的也比较多，对吧？那我想最后应该还是个差异化的一个表现。最近我看证监会前主席肖钢也有讲这个科创板的公司的五个特点，他也讲迭代比较快，技术风险比较大，对吧？然后无形资产比较大啊，技术团队的这种因素比较大，就是都是轻资产公司，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这个行业的竞争也会比较激烈等等，他讲了五个特点，我觉得这五个特点还比较符合客观事实。那么对于未来的科创板公司，应该就是差异化、结构化会非常的突出，好的可能就成为行业龙头，不好的或者说技术受到瓶颈的又过不去的，那可能就不了了之，甚至就退市。因此短期的这个因为供求关系啊，市场预期还比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及量的这种增加，它会出现一个平滑的过程，然后是一个结构差异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首批25家科创板企业将在7月22日正式挂牌交易。上交所监察二部负责人曾刚表示，科创板在上市五个交易日之后，将涨跌幅限制放宽至20%，主要是为了减少交易阻力，提升市场定价效率。按历史数据测算，20%的涨跌幅，相比现行 A 股10%的涨跌幅限制，可以减少约80%的涨跌停现象。中国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刚日前透露，已经有14家央企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受理，国资委将会积极的支持央企参与到科创板中去。马涛这边现在基金对于近期公布的这些经济数据怎么看？
应该来说，在这个本周一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呢，是出现一个整体还在下滑，但是局部有亮点、有趋稳的这么一个结构。首先整体还在下滑呢，整体的 GDP 是不出意外的，是回落到了这个6.2左右，没有像一季度那样保持一个比较亢奋的状态。但是如果去看结构呢，应该说还是有不少超预期的部分。首先是因为这个汽车由国五换国六的这个标准，它带动了这个汽车零售端的这个消费这个去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去库之后，整体的这个生产也在恢复，所以像这个社零消费啊，包括这个工业增加值啊，包括这个出货率啊，都是在整体的这个恢复之中，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大部分投资者预期到了，可能就是在幅度上有一定差异。第二个呢是制造业投资，其实它在缓缓的往上走，这点是可能让市场比较惊讶的。因为大家总觉得 OK 出口有这种矛盾在，然后国内的这个利润下行压力这么大，为什么制造业投资还能反弹？是不是我们整体经济的这个产能周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触底了？所以当天报了这个数据之后，整体市场的中小盘包括这种机械类的股票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又开始反弹了，包括一部分的中报也是超预期的，所以这个是结构性的一些亮点。然后其他的呢，可能第三步呢，大家会在想，在这种可能整体和局部存在一定矛盾的经济数据上，整体的这个总量政策会怎么反应？会不会因为整体的内生的这个动力已经出来了，可能总量呢就刺激没有那么符合预期呢？还是我们去盯那个6.2的 GDP 的总量还在下滑，可能离我们这个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个增速这个底线可能已经不远，这个状态又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刺激，主要的分歧在这个方面。钱启敏对于制造业这个数据反弹怎么看？我对制造业数据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在这个 GDP 的构成当中，实际上这次统计也讲了60%消费，然后是进出口，干净的进出口的支持19.7%，制造业剩下的也就是20%左右。那么换句话讲，就投资这一块，投资这一块无非就是第一个基建，第二个就房地产，对吧？房地产1到6月份的整体增速比1到5月份是下降的。所以大家觉得包括这个商品房销售金额也是下降的，还有就是企业的好像是到位，资金到位的情况，三个数据嘛，房产都有一定程度的回落。所以我感觉制造业能不能，如果传统制造业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情，实际上唐山的这个整顿钢铁企业实际上大家也感受到。那新兴制造业的这个起来，实际上比方说像特斯拉的开工建厂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啊，比如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然后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啊，这个高科技的制造业，这是一个希望，但是能不能持续？比方说，汽车6月份因为是国五国六，然后去库存，但是这个如果时间过了以后呢，它能不能持续的动力？对啊，这个就是个问题，所以可能这一部分还需要观察。另外从逻辑上来讲，我还是有点谨慎的，所以还需要再看。海通证券下半年行情蓄势待发，宜和证券静待市场拐点到来，中信证券持续关注煤炭行业低估值标的，湘财证券变盘行情正式进入倒计时，飓风投顾回避业绩不拿预期的蓝筹股。好，嘉宾观点供您参考，祝各位投资顺利，下周六晚9:40，中国深度财经再见。